就好你哦。得了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。人人为我。尊敬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《草根菩提》。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得到别人的尊重。对我们今天的主角宋串荣师兄来说，他也有这样的需要。但是少年时候他想说说话比较大声，拳头比别人较有力，就能得到。虽然不知道这样做只是让别人会怕他而已。有一天的暗示，他遇到一群生分人，感觉对方没把他放在眼里，就跟人冤家相拍，想不到却发生让人遗憾的事情。朱兄也因为安尼入监服刑，甲厝内人分开。宋师兄的人生敢有法度重新开始嘞？哦，今朝头四点四十五，哦，啊，就算讲我会较早来嘛，新华乡，正拜拜方来的时候，较唔免个家己用，是安尼嘿。爱拜好地啦，伊也有地哦，就加做庄严嘛呢。我、哦、因为。生活上哦，对咱日常的生活吼，嘛真重要啊。因为这款的嘛是上人都重视的。今年65岁，对工厂退休的宋串荣师兄，少年时阵个性较冲动，凡事无愿意啉一口气，犯了重罪，被判无期徒刑，对入去关到假释出狱。头甲尾加起来有13年黑暗的日子。苦待阿在人生，这就是佛来人间的一大事因缘呐。啊，也知影人间啊，苦难是偏多啊，但是一念间。3000一念由心生嘛，3000世界又改。哦，以前是安尼啊，以前算讲拄啊暗时啊，算讲拄啊开车，啊开车的时候算对方管炸了啦，就听见嘛小可因对方小可有啉迄个烧酒啦，啊撞到因的时候，当尾遐的时候变成。就开始冲突起来，啊！迄阵阮嘛较五个人嘛，你也知影，拢会准备物件，啊！就拢当摆混乱安尼，啊！阮就想啊！哦，你暗暗嘛无看到啊！因物件拿出来，啊！就是安尼扶一下啊！阮就随个车帮因迄落啊！结果。对方迄就是扑一下就拢倒落啦，啊，阮就拢去逃亡。
哎，一些镰刀嘞。用剪刀。也安弄，也算中辈。中辈。全拢拢做完啦，还阁有，管啊还阁有，哈，还阁有啦。啊，就伊再来的，迄进程两代半，迄拢迄拢做完啦。遐是伫遐做嘛？哦，迄盐埔遐，人咧工厂的，工厂的可能。无做迄款啊，工程师系。嗯。因为迄个我厝的头前吼，拄啊好有一个咧跋筊的所在，嘿，啊后来我若要来环保站，拢看伫遐徛，啊因为我们都会，我们乡下人都会打招呼嘛，讲哎、欸、大哥啊，你伫遮创啥？哎、啊、就讲，我伫遮等等卡安尼啦，等跋筊的卡。师兄，伊做工课嘛，介认真；啊，跋筊嘛，介认真啊。就是伊下班会用个唔免困，然后就是跋，甲人跋到天光安尼。啊，我是常常看到，嗯，这个人卡拢请跋到面青顺顺，安尼啊，我心里就有个底，说该出来煮者吼。看啊，我又听我堂妹，透过我堂妹说，他十度吼，人家十度是九叔，伊是十度吼，十一叔啊，然后。认识之后就听他谈很多过去啊，嘿，我就觉得说啊，那更需要，真的他更需要来做慈济。有时候我觉得做慈济真的是我们需要慈济啊，而不是慈济需要我们。嗯，真的啊。后来师兄一路上就走到现在，说他一下班，嘿啊，头上都还是沾满那个铝的那个屑屑啊。他就赶快脚踏车骑着就哎呀、啊，来看看这里，哎呀、啊，就马上就坐，觉得他是一个蛮进取的啦，嗯。较早是袂讲爱冤家，是讲比较性地较无遐好，较袂晓去处理迄个代志。我种也感觉就讲较不满的迄、那、落、個，我就比较较会去参与。轮迄个字，啊，轮迄个字，啊，轮了较无迄落，就较会强蹦着，算是啉，算薄较薄着啦，啊，啉较袂调，啊，算民主观的，哦，敢若讲咱人的民社会是讲民主观的也较重安尼啦。我关十八年，迄阵佫有某囝，迄阵拄啊，我伫咧台中。迄阵拄啊沙拉有无？沙拉像安尼，因这迄阵入去吼，阮就拢开始计划要脱啦。啊，就啊差不多哦，计划讲安那为倒搭开始迄落。我是买阮厝底来，你讲你给我面粉啊，我来讲，迄阵不用讲的，阮是用币的。啊，伊讲叫我唔好啦。啊，尾次我就拢甲因讲，我放弃，我放弃，我就无啊，阮拢鱼，阮拢敢放。串荣师兄因为太太苛刻，放弃道家的想法，但是太太嘛，因为师兄少年时阵冲动犯了大错，一直对师兄无法度谅解，师兄真后悔。伊伫感觉内底头一届接受佛法，开始学习要安怎反省家己。啊，脾气也改得真的很多。然后之前师姐是师兄的师姐是不理他的，然后后来都是因为师兄改变很多嘛。啊，有时候我们改变。我们想要去求得师姐的原谅，也未必敢说得出口。但是师兄勇于认错，他有去跟师姐，嘿，认错，师姐原谅他了。这是
我是觉得这是很难能可贵的地方。也在这迄阵73年哦，我嘛是对这个佛教，本来咱就对佛教就有一个宗教的观念，我嘛是买另外经来看。第一哦，宗教的力量真大，咱讲真的啦，因为你第伊个内底宗教啊，起个时，起个选择一挂新的政治嘛，较有想心内要改的，伊会家己去体会讲啊，这爱安怎，拢会家己选择讲安怎做好善事啊，安怎参人接触。我73年就开始伊个这个华人嘛，华人感觉。但是拄啊，我有去看到咱上林，迄阵敢用一迄个伊个册，迄阵我有敢看到伊个一本册安尼。母啊，啊，哦，要茶要先用吼，好。讲哦，阮那哎遐查啦，遐个暑假，像我讲拢遐查，伊拢会来赶集，伊又较短，那靠遐，了。啊，着伊哦，该骨力啦，啊着做该认真，啊拢会赶切茶枝个长啊，那有较短个。因为哦，母也是年岁那渐大啊，啊渐大是算讲母阿姨哦，拢会啊中昼时啊，啊拢会哦煮饭啊，拢叫志工来用吼，啊来用的时，当然得爱有茶人喝，哦啊伊哦伊个特别讲对我啊到暗时啊，伊拢会款伊个。便当给我。啊，那是要送来，那个吃出来尔。但是问题就是讲，伊拢当作厨子是一家人安尼，迄种温情呐，啊，参迄个关怀的迄个吼，吼，咱是感觉讲内心的感动安尼啦。伫北干啊，伫啊菜市哦，就伊个，我做甲做啊啊啊。哦，因为伊个娘话已经80多，啊，但是伊做我的母啊，那会得过，啊，所以阮就拢改称呼母啊，啊，伊佫对阮吼足关怀，吼、哦，算讲有通啥物嘢好，我就甲你关心，吼、哦、啊，你有食饭无？吼、哦、啊，地位我就是讲去做迄个医疗助工哦，吼、哦、啊，我嘛爱甲伊讲。爱就无准备，伊就无准备我的，啊无啊，啊伊就拢准备暗顿哦，拢一定爱叫，一定爱我，我有暗顿有人吃呢。母啊，其实都是环保站，祖亲的相知世界。苏姐知影，祖兄即马并无甲太太好心，伫咧台北大做伙，顶多是为着做祖姐。一个人住伫屏东盐埔，所以特别关心伊。苏兄嘛，常常来甲苏姐斗三工。孙兄，迄粽是你去买的？毋是，迄母啊，拢会迄落。提出来。比如讲啊，买粽啊，母啊，伊就去买，啊买来哦。
啊，讲中老时啊，比如讲，因为有时人啊较侪，就暗时啊就无，啊无伊母啊拢有准备我的暗顿啊，啊伊拢会用来我。所以啊，你即摆一个人住遮呀？嘿，对。这是本来就恁的厝吗？唔是，伊这我朋友的厝。啊，伊总讲伊个吼，伊讲咧平常时咧做扛棒，啊扛棒的是伊遮伊就拢袂记咧遮住。算这里租的就对。嘿，对。我对伊遮那个租无人用。嗯，啊，恁厝里的人诶，其他的人诶，我住诶是迄、迄、那个台北南埔啦，三重市啦。啊，总讲，因为咱伫迄遮，敢讲，遮个伫迄遮都拄啊受刑啊，政治伊都，啊，要讲要是转去遐，我毋呐无爱啦，因为咱伫迄遮出来，嘛得爱回归。遮个屏东个迄落啊，啊，可是我毋捌讲每一项，下北斗啊，每一项我拢，着拢也有欠啊，我着咧叫我着，我着拢会带。啊，可是啊，恁啊恁太太着算讲即摆住伫三店铺遐。嘿，着啊，人伊嘛是算，伊本来是伊个同仁个，伊个清洁工，啊，伊个嘛是三分钱。我就参囡仔就住做伙，我住做伙是就算讲较无，咱就较无迄个挂虑啦。哎，食饱未啊？哦，恁遐有落雨无？听讲你逐天拢会敲互伊哦。对，啊无你算讲我罕咧转去，啊着去甲问一下好诶人听着会欢喜啊。对，这是真好。啊，你感觉一个人住遮会孤，感觉孤单袂啊？袂啦，拢习惯啊，算。受证了后，就是讲最起码咱袂像以前安尼，迄个性遐歹啊，有诶无诶。啊！伊也看咱个行动嘛是，啊，就有改变啊，习气啊，拢有迄落。因为我也烧酒嘛，拢无咧啉啊，叫嘛无咧拨。吼啊，薰也拢戒啊，啊戒是。人朋友讲啊，袂来去卡拉 OK， 我讲卡拉 OK 迄种个啊，厝内个不要紧。啊，你也要像人个有像人个店个卡拉 OK， 迄阮袂当行，阮嘛是袂当。啊，等讲咱也无咧行歹路啊，吼啊！伊了解咱即摆情形，我嘛是爱讲，好爱工课足济，我无法度上接起来佚佗啦。无我是上好，你看我都搬来南部住，啊伊就无法度啊，伊就讲伊个工课就拢伊个北部，参囡仔个工课拢伊个北部嘛。啊，我无得讲一寡，啊就小体谅。掩盖了啊，对啊。真空庙宇的时候，那我就想到说，我们都有去国小讲故事嘛，那上人就有一个买智慧的故事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？出家了，苏兄在铝合金工厂做11年，
一直到退休。后来因为李素贞师姐将伊对教经倒来助祭，佮毋通阁行入歹途。即马苏雅专心做助祭，每礼拜是暗时，伊阁会来分会值班。主办就是讲，甲咱遮个门吼，算暗时拢爱关起，电话嘛爱关。你若像落雨，落雨伊个除湿机吼，爱落去家除湿完咧比较吼，内底装潢较袂遐那紧着歹安尼。啊，你算讲今暝都爱住伫遮？嘿，规暝拢伫个遮。哼哼，啊，搁爱做啥？啊，搁楼骹个门。拢爱家注意看关门，无你啊，暗时啊，咱礼盒群啊，你门关无好势，看迄是讲迄规矩啦，啊，算讲那伊用人有诶，毋知影会入来安尼啦。嗯，我是吼、生活是安尼，因为这对个方向，我一定会行到尾头，行到尾啦。我上基本就是环保嘛。环保我一定搁安那，我拢嘛着爱顾条啊。吼啊，你其他个，你像古建个啦，爱啥物啊？吼啊，有咧叫讲爱去斗用，我着拢会去斗用嘛。啊，因为即个法门，敢讲一寡啥，咱过去也毋捌咧做一寡啥物善事啥物，啊有即个机会咧做，搁安那咱嘛是爱做。哦，莫讲哦，咱做着讲以后安怎，我拢是无咧家想诶。我是想啊，即卖着有哦，拄啊好退休，啊有法度做，是咱诶福气嘛。即卖宋师兄改变较早诶习气，把握时间来付出，认真行人生诶路，而且做环保为大地付出。也让他得到大家赞叹和看重，渐渐活出自在的人生哦。草根菩提真感恩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阿叔，你也不用睡觉，哦，我睡在那个茶道楼顶。暗时都在那里睡。要不要在这睡？嘿。啊，他这睡哦，啊，算讲下面的门拢关落来，嘿，啊，早时啊，到个我拢固定到隔四点半，啊，到个新华乡安尼，拢安尼。啊，遮无眠床呢？伊个有迄、那个，迄地皮款的。哦，有垫子啊、哦。嘿，垫子。